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，哎呀，还有吗？隔壁好像有一个商场可以去买一点，好不好？趁着没下班呢。对了对了，没有孙老师的吗？没关系啊，你那都是我的。谢谢谢谢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。刚才这个节目啊，这个不够咱俩挣的。这跟挣有什么关系吗？什么叫第二次出台呀？第二次出现在舞台。哎，我们换了一身大褂。对，刚才那身大褂是那个颜色的。对，这个是这个颜色的。对，俩都没说出来。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粉色哈。骚粉，骚粉。那粉是我知道吗？嗯，骚是我。小骚骚。嗯，委屈你了。哪有小，就是骚骚。刚才二位啊说了一段学外语。嗯，说的不错。两个小师弟，一个叫靳鹤兰，一个叫朱鹤松。朱鹤松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对，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还有我们俩。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喜欢听相声，那是，这是好事。哎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。对了，我们每天24小时就是在研究相声。哎，都得研究这个。24小时，我们除了吃饭是必须的吧？必须的。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必须的。然后就是唱歌、打球、游泳、逛街、聊天、打牌。再有时间就是在研究相声。你哪儿还有时间呢？啊，没了吗？没了的时间。时间嘛，你挤一挤总会有的，对不对？您说那是时间呢，还挤一挤，还得挤一挤，时间总会有的。嗯，哎，挤出时间来研究相声，把更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。没错。这些个相声打哪儿来的呀？打哪儿来？打生活当中来。没错，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提炼嘛。生活当中很多可乐的事情都能够带到舞台上。对，拿这位来说吧。我怎么了？这位老师，孙老师。我呀，各位不太知道啊。嗯，人家是个富六代。各位，你等会儿吧。富六代。你等会儿吧，人都富二代，我怎么富六代？你看，富二代是你爷爷。哦，这个这不对，这辈儿什么叫富二代？这六辈人都有钱啊，就辈儿辈儿传。对了，哦，到他这儿特别有钱。是啊，特别了不起。哦，按说这个人有了钱以后一般都是买房买车买房车。怎么这么贫气啊？都这样。嗯，我呢？他买房了啊，得这置房嘛。但是没有买车。为什么不买车呀？不喜欢。不喜欢的是不喜欢开。不喜欢开呀。哦，上哪去都坐公交车，哎，方便。那还得再方便一点，怎么办？怎么？买公交卡。哎，对，这个不用花钱。买了一张公交卡，在公交卡里边充了30万。哦，充了三。一般人没有这个魄力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充30万。对，买个车雇个司机都够了。不喜欢呢？哦，就喜欢坐公交。哎，对了，他那个卡是托人办的学生卡。里头有60万，等于里头有60万。好，能刷到你死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话呀？你刷不完还不能死了？不能死？不 能死？不能不能不能，随时不能不能，随时暴毙。没听说过。他这个卡呀，也怕丢。啊，怕丢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嗯，就塞到自己的一分裤里边了。你出门？哎，你这行行行行，我听的都听都纳闷了，我告诉你啊。我知道7分裤、9分裤，嗯，什么叫一分裤啊？就是啊，一分裤，文言文就是裤衩。你别糟践文言文了，你。我塞在裤衩里。对呀。我怎么塞那儿呢？我防盗的呀。哦，防盗内裤。对呀。前面带拉锁兜那种。各位，您各位没有见过他的裤衩，我的天哪！你。怎么就跟你老见着似的？他那裤衩就是床单改的，知道吗？我就围着床单出去了呗。防盗裤衩现在不多见了啊。嗯，过去有。有有有。防盗裤衩一般有拉链。对，拉锁兜嘛。一般那个拉锁啊都在外边。对呀。他那个在里边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说相声都是有画面的，知道吗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我那拉锁都是在里头，我怕什么丢了啊？敢问阁下有什么呀？你给我装什么装你啊？谁跟你装？谁跟你装了？我这什么叫有装？不，
穿反了。那你说清楚了，穿反了。废话，我也才想。那还有孩子，知道吗？就那个孩子乐得开心，哈哈哈哈，就跟你真懂一样。那是，他还是个孩子呀。十几了？十三，该知道了。那个。没听说过，他早晚得知道嘛。十三就该知道像话吗？那可不是吗？没有啊，就穿反了。哦，哎，就塞那里边了。什么塞的？上公交车。什么词儿的？一上公交车，发现一个情况啊，刷卡机装的比较高。我也是不争气，嗯。你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愣怼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对不上啊。那是。主要是怼不准，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蹦起来怼！没，别蹦，怼不上，那是，实在是没辙了啊！啊，掏卡！哦，对，掏卡，你等我，也怕丢人啊！对对，好赖也是个明星，上个《欢乐喜剧人》，对对对对，这我的上吧，这个，不是你公交车那么些人，你当人面的，你。这都太寒碜，你看，你这，他也难受的哈，这不好看、啊，因为他也怕掏出别的来，去，就掏出卡来啊，就那个小孩笑得开心，你能收敛一些吗，孩子？就因为你的笑声，我都不敢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总觉得在教坏你。你能像个十三岁的孩子吗？真是的，十三差不多了也，差多了，差不多。掏出卡来，嗯。塞回去了，还塞回去了，怕丢啊！哎呦，丢人喽！常坐公交的朋友听得出来啊。是啊，他那卡确实是学生卡。怎么呢？因为平常老百姓的卡噔就完了，短，响声短。嗯、他那个噔，售票员听见了，听见得说他几句，询问。哟，这位同志，我看您三零后的吧？哦，三零后，我快一百了都。嗯。你怎么还用学生卡呀？嗯，你哪个学校的？你是哪学校的？老师，编瞎话。老师，我北京市智障二中的。你们家智障还有一中呢？你大哥吗？你大哥一中的呀，一中一霸。你大哥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智障一中，对，一中一霸，对，那不傻子头吗？对啊，就是他比别人傻得厉害。那管什么用啊，那个傻得那么不要命。对，净打架了，看这意思。哎呦，智障学校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宝贝儿呢，还待着吧，待着吧。也怕我犯病啊，就站着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啊，旁边有个座儿，他都不敢坐。为什么呀？他怕一坐啊，把这个卡撅折了。没有，没听说。肉多呀。你等等，肉多也不能撅折。卡一撅折，容易把别的拉着。不是。叫别拉着啊，怎么办？什么拉着？就站着吧。就这会儿，各位，他想放屁。你看我这毛病。您说放是不放？不能放。不放吧，太难受了。那难受也不能放。放了吧，公交车上这么些人呢。哎，不能放啊。最后经过很激烈、很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不放，不放。嗯，输给了放。你绕这弯有意思吗？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放赢了。哎呀，放赢，那就放吧。哎呀呀，俗话说得好，嗯，响屁不臭，是臭屁不响啊。那天他放了一个特别不响的屁，那得多臭啊！那得放了五分钟，这五分钟，好的嘞，您等会儿吧。五分钟放完，他都瘦了，各位，我这屁撑的，你知道吗？再看公交车里，嗯，谁也看不见谁了。哪有这么浓啊？这玩意儿，浓烟滚滚。呦，行了，都辣眼呢。别说了，就。其中有个大姐，人家不乐意了。准有不乐意的。要说她几句。说我。这位同志。哎，你干嘛咬着牙呀？不敢张嘴呀。张着嘴一会儿呛死，算自杀算他杀呀？哪儿这么说的？这到最后法医一验尸，哇，这是屁杀，像话吗？验的还真准。嗯，这位同志，嗯，你疯了吧你？
多恨得慌。他还说话呢。我说什么呀？大姐啊，你能看见我吗？哎，我藏在屁里了。你是人吗你啊？哎呀，大庭广众之下你敢放屁啊？呸！哟，你呸了一下，啐我一口。他还不乐意了。我怎么不乐意啊？他还说句话呢。我说什么呀？哟，大姐啊，您吃屁也吐糊啊？哎，这这叫什么话呀？屁糊，屁糊，没听说过。还屁糊，没多大还，没听说过。胡说八道嘛，这不这开玩笑吗？别说这了，这就叫相声。哦，这是艺术，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把它夸大。对了，都是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，有可能没有发生过。嗯，经过我们相声演员的嘴一说，哎，哎，就那么生动，对，就那么缺德。哎呀，其实啊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是不怎么会说相声的一个演员，还行。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农村。河南濮阳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，小山村里面 有山吗？那边一个小村，您说就那哪有山呢？一个小村庄。从小我不懂什么叫相声，是啊，也不懂什么叫小品。嗯，我不知道两者的区别，弄不清楚，以为都是搞笑，都是让观众笑出来，搞笑形式。长大以后我才知道。嗯，我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。问我？对了啊，行，什么叫小品？小品的定义。对，那我可就说了，我不知道对不对啊。好，您听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小品，我觉得是呢，以小短剧的形式，反映社会世态炎凉，嗯，就以搞笑的形式，搞笑形式。对了，小短剧的形式，反映社会炎凉，反映社会世态炎凉，品味人生，品味人生。对，小品，小品，搞笑，对吗？对对吧？大声的告诉我对不对？亿万观众都看着呢啊！怎么亿万观众还有直播的是怎么着？那么多人都看着呢，那还有孩子，13岁了，不小了，那对吗？拿起嘴了就说，对吗？对，对不对？到底？当然对呀。对，你这你吓唬我干嘛呀？那你害怕什么？废话，你让狗追你不害怕呀？小短剧的形式，品味人生。哎，小品，小品。对了，很多小品啊跟相声很大的区别。相声呢，小品，比如说小品啊，上来就是人物，叫化妆，哎，带着人物上来，观众一目了然，不用铺，不用垫。它还有道具，什么桌子呀、椅子呀、沙发呀、床啊，上来就可以弄。而相声不行，相声只有两个人，而且俩男的。两个男人英语怎么说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个孩子，你给我出去啊！没他不懂的，我告诉你。带家长了吗？带了。哇，你把家长都带坏了。反着带。您等会儿吧，懂得还挺多，声音还挺嘹亮。美了，这怎么了你？您咱别胡说八道，站台上，你说话得负责任，知道吗？我说错什么了？废话，您前面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了？什么叫这小品？这个有的小品还有床，还俩人上来就弄。你说的是哪国小品？道具嘛，桌子椅子。我没说道具。不是哪个小品有床啊？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？哪有床？很多小品都有炕，火炕有没有？哦，是不是床？火炕啊，有，对不对？有叫法不一样。大声的说出来，我说出来。我什么叫卧着？你没说清楚，快点！你没说清，快点！这赖你没说，快点！不是你们人多我就害怕，你们是怎么着？你们欺负谁呢？你们就欺负你了，就欺负你了。嗨，你不是我的脾气吗？怎么了？我服这个。哎呀，我龌龊。怎么了？我能吃这亏？我的就这么有尿性？真是的，是不是？我能死在这儿？我的死我死在回北京的路上。这叫小品。那是相声是什么呢？两个演员往这一站，只是拿嘴说，
就俩人，最多一个道具就是桌子一个话筒，哎，话筒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，这叫散音嘛。两个男人往这一说，描绘出一个场景，嗯，勾勒出一个画面，对，把您各位耳音带到我们的故事当中来，全靠嘴。如果说我们说着说错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退票，不退票。嗯，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，那是不可能的，真的不可能啊。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，想怎样都行，就是不退票，知道吗？收着钱了，你们怎么都行啊。跟我较劲是不是？上来，来，上来，来，你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我能说一宿啊，看谁累啊。上来，这样我没听说过，谁喊退票呢？退去呀！你找着售票处呗。早就跑了，他们。真有意思，臭流氓。还想退票？哎，不可能的啊！这是相声，相声就是全靠嘴。相声是最有难度的。对了，全是靠嘴。还有其他的艺术形式，我们也应该去借鉴、去学习。哎，都得学。比如看书，嗯，看电影，对，看电影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哎，没错，很多片值得一看，直观。前几年有个电影叫《阿凡提》，特别好看，是一个3D 电影。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？您先等会儿，给您解释一下 ，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，叫3D 电影，二哥拍不了。您先等会儿吧。您前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？阿凡提。阿凡提，对，您用您这脑袋，您琢磨琢磨啊，嗯，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，不得赔死呀？怎么还骑驴呢？啊、人家叫阿凡提吗？那叫阿凡达，阿凡达骑鸟的，反正是个好片。对了，好片，您再说那三 D 是什么？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。哦，三 D 电影嘛，不是二哥拍的。对，这电影是张飞拍的。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，这嘿，全瞧过啊！你看二哥生气了啊！谁二哥生气？二哥生气的，你也可以拍一个呀！拍什么拍啊？高老庄的美好时代。玩去！别说这个啊！高老庄十三钗。别拆了，您这火锅高老庄没听说过，全给涮了，这怎么了？多好啊！不怎么样，致高老庄终将失去的青春。对，那有什么青春呢？咱别胡说八道啊！三 D 不是那意思，嗯，而是拍摄的技术。观看的角度，没错，哎，零距离接触，没错，好看的一个电影，嗯，这是科幻片。是，说实话，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。不喜欢科幻，多少有些虚假，它就是假的。我比较喜欢的是爱情片，我爱看着爱情画面的唯美，凄美的爱情。好，还有动作片，动作武打，精彩的武打动作，跌宕起伏的剧情，还有爱情动作片。对，爱情动作，反正是。像这个类型的片子呢，不怎么好找。哎呦，可以，我一般都是搜索。哎呦呦呦呦，百度不行。你等会儿，屏蔽。这，不是你站着说什么呢？站着啊？那孩子怎么不说话了？不懂了吧？哼，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哦。问问你身边的爸爸哦。不是，你先别说他，你得理了是怎么的？我比那孩子强，我就开心。强什么强呢？你比那孩子龌龊，知道吗？啊？什么叫爱情动作片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有爱情动作？胡说八道！啊？还爱情动作片？什么？网上还不好找？您还搜索？百度屏蔽呀、啊？哦，百度屏蔽。啊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你都快搜烂了吧？你都？废话，我还有网坏了呢，还有。您甭说这个啊，咱先说清楚了，这爱情动作没有搁一块儿，那怎么了？不怎么了。动动期的片子是不是爱情动作片？什么片子？动动期。什么叫动动期啊？詹姆斯·邦德吗？这还有口音呢，这里还詹姆斯·邦德吗？还得詹姆斯·邦德。詹姆斯·邦德。007还动动期了？007是不是有爱情？啊，有动作。哦，就前面是武打动作啊，后边是俩人爱恋爱了啊，英雄救美啊，
可以呀，你这你找那个是都有情节是吧？那片子。阁下看那个片子没有情节吗？我们就是看的全是宣传片。宣传。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那个孩子在问身边的妈妈什么什么什么情节。慢慢来，孩子啊，还小啊，还小啊，不着急。妈，你妈妈可能不太懂，也不一定。那个，这个，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电影呢？为什么呀？几年前啊，我也拍了一个电影。您还拍过电影？嗯，叫做《就是闹着玩的》啊，对，是咱们玉宇的一个片子，看过吗？哎，不，你说特别好看，什么宇？玉宇。什么叫粤语？什么都不懂。嗯，香港话叫什么？粤语。我们是粤语。哦，河南话。对。哦，你们是按车牌子那么来的是吧？这样说央企。你就这俩字儿都不好听，还央企，不好呢，还知道吗？粤语特别好看，就河南话方言片。哎，奉劝各位去看一看啊。在电影网就有，1905电影网。哦，就有这个片子是吗？700多P。哦，700，特别的刺激，希望各位能够去关注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多少 P？ 700多P。对，你看那大哥说700多P。700多P，你主演。你这两年恢复的还不错，我看着。我也没怎么受伤啊，700多米那玩意儿，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出去了哈，这么点你搁这也听不明白啊，小孩太小了哈，你得把那个带走，700多米吗？什么叫七？那格式啊，720P吗？这高清吗？对对对对，还有1000多P的呢，嗯，上下级，嗯，1080P，啊，好的嘞。特别好看，希望各位能够关注一下啊。是吗？当时放映的时候是在郑州，就郑州，郑州的一个大剧院，哦，大剧院，大剧，说清楚了啊，大剧院，哦，剧院放映的特别好看，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，是啊，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，哦，就跟你们同时上映的，都是粤语，是吗？特别的好看，特别的精彩。什么？你等会儿，就是你们那片的上映吧。就是别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进口大片，对，就是外国片，对，也全是粤语，对，都河南话，对，金发碧眼的大老外都河南话啊，不是，这不胡来吗？这我怎么没听过这片子呢？怎么了？好看？不是，什么片子都能这么配吗？都那么配啊，都翻译啊。好，跟你们的片子同时上映，还有一个片子好像是《敢死队二》。敢死队二，对了，就是穿硬汉那个，对了对了，打仗那个，特别好看，那也是粤语的。当然了。史泰龙端着枪打死那个鬼嘴儿，我怎么听那个抗日题材似的，特别好看哦。阿诺施瓦辛格啊，哎呀，那膜呀，好疼啊，痛啊，没听说过这，好看，这什么好看这个？不光是这个片子，嗯，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片子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哟，照样粤语。就那铁达尼，当然了，那个船首次下海啊，撞到冰山上了。对啊，一船好几千外国人都死了那个啊，就金发碧眼外国人啊，张嘴闭嘴全河南话。对啊，这是村里出去旅游去了，说话那不好听，好听还不说呢，特别好看，没听说过，瞧不了这个。这个故事梗概，这片子您真瞧过吗？我真瞧了呀，就是电影院瞧的啊。那你要瞧过。你就用这个河南话，就这粤语啊，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，一个什么桥段？桥段，桥段，没有文化的样子。谁没有文化呀？有桥吗？整部电影有桥吗？那就船段好吗？我呀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懂不懂。我告诉你，你看那个孩子，那就船段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嘿，嘿。说人孩子没你事儿，怎么着啊？打你这儿都没对，那桥段就是片段，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。哎，片段，这个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吧？您说说呀。讲究的是男主角杰克和女主角肉丝儿两个人。肉丝儿 ，Ruth，
哎 ，Ruth， 哎，两个人的爱情故事。是是。男主角啊，是莱昂纳多演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女主角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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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丝啊？哎，这全不知道啊。他女主角有一个男朋友，富可敌国，有钱人，特别有钱。那是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一个天之蓝，没错。肉丝不喜欢，就喜欢这个杰克。天哪！您等会儿吧。这么好看一大洋妞，拿瓶白酒啊，拿瓶天之蓝，什么56克拉一个项链吗？天之蓝吗？哦，一瓶白酒挂在脖子这儿。啊，还56度吧？天之蓝那是白酒，知道吗？海之蓝，海之蓝，没听说过，一样那个，这海洋之心，大大钻石啊、哦，不是杜康，不是，没听说，挂一杜康讲话吧，56克拉杜康，好，海洋之心，哎，大钻石，不喜欢自己男朋友，就喜欢杰克，爱情嘛，后来撞了冰山了，哎呀，死了。杰克死了。哎，我给你学一个经典的桥段。那桥段？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。跳，你等会儿。杰克，您等会儿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有看到这个片段。嗯？怎么还有肉丝跳床呢？谁说跳床啊？你说的。跳船。吃汪船。吃汪，那不还是床吗？那不。不是船是床船哦，您确定您那个船没有腿吗？没有。哦，那就是船。没有啊、肉丝挨揍了，挨揍不听话，那个被她男朋友扇了一巴掌，哦，给了一嘴巴啊，就想轻生，想跳床，哦，就站着跳船、嗯，杰克过来了，是要劝他，有没有第一次见面？哦，这有，俩人头一次见面。哎，嗯，杰克抽着烟，哦，抽着烟，杰克赛于谦，嗯，你叫赛这玩意儿，哎呀，杰克要是这么抽烟，得死在肉丝头了哇！这不得肺癌呀？这不得？好的嘞，这可烟做的。您这烟是不是没点着啊？啊！烟抽到麻筋上了。嗯，看见了。哦，看见女主人公了。肉丝准备跳了。啊，站着船头，走过来劝她几句。啊，就豫豫的哈，河南话。嗯，妮儿。什么叫妮儿啊？就是姑娘的意思。哦，河南话这姑娘就是妮儿。哎，妮儿，妮儿，妮儿。妮儿。妮儿。弄啥了呀？怎么听着跟苞米地里碰见的这？你瞧肉丝都快风干了吧？你看，滚！哎，这什么是什么词儿？滚！你跟我说什么？啊，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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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酿了个酒，这配音可不好配这。我要挑串。啊，挑串！这烟也太金抽了吧！啥呀？挑串呢？挑串啊！别跳呗！别跳！包跳呗！哦，包跳呗！那海水可亮啊！你们河南这儿有海吗？有。啥有？你们说有就有。啥呀？哦，海水可亮啊！可亮！你们有球吧？这都什么人呢？这，你没骗我是怎么着？戳我吧啊！戳你？哎，戳你是小狗。耶，哎！这都是人家嘴里的话的。嗯，多凉啊！啊，多凉！可凉可凉啊！那么不会聊天啊？白跳呗！啊，你看您这个妮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。您别抽了，搁下吧，再来一会儿一窝吧。玩什么玩？这是杰克肉丝吗？不是吗？这不村长寡妇吗？你不要说的这么生动好不好？你叫村长的流氓样，怪带劲了。什么玩意儿这叫？这多好啊！这不怎么样，这个这只是泰坦尼克号经典的一个桥段。哦，接下来
咱们两个人表演一个，咱俩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什么呀？画画不是，好吧，你等等，哎，你等，你等，你别动手。哎，我新做的，这臭流氓！我靠，不是你着什么劲接我扣你啊？啊？你看第一次看见孙老师解扣吧？那是我解的吗？那个第一次看孙老师系扣吧？哎，我们都是这么系扣。哎，你看人家是这么系。那是我手柔软。屁，这个够不着。你不怎么够不着？来来来，够一个来。来来一二三，走。你怎么够不着？不来这套你啊。来这个来。你这哪个？来这套，臭流氓！我告诉你，系扣跟老娘们似的。你们玩去。我们就是系扣时候像，你什么时候都像你。是我们。美了是怎么着你？我开心啊！你甭开心你，你站台上接我扣干嘛？你玩呢？我没说你呢我。画画吗？画画。你来肉丝吗？你躺那儿脱光了躺那儿，我给你画。哦，杰克给肉丝素描那个。啊。哦，你拿着笔吗？你来杰克。啊。你要画我。我喜欢大胖娘们啊。我可不喜欢这大脸蛋子爷们儿，我哥。不是你。多俊呢？那俊什么俊呢？不是你憋着画我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你要画我。啊。你觉得你的颜料够吗？还憋着画我呢还。那我画重点呀。没听说，没有重点。吓我。没有吗？废话，要什么重点？哇，今天意外收获好多呀。你可不来这套你啊。不行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要说非来画画行，我来肉丝没问题、啊、你不能来杰克。那我来谁？沙发。你要坐死我吗？我躺着呢。你要睡死我是不是？要点脸吧您啊。这来得了吗？来不了这个。来不了。来不了。那咱俩好好配合一回。嗯。来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。您说。船断了以后，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。你一言我一语，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。用一语。哦，就是这个，最后对，船折了。嗯，这个女主人公呢趴在一块船板上。对，这个男主人公呢推着这个板子。对，最后生死离别。对，这男主人公沉下去。对，最感人的那段。对，咱俩用这豫语啊，河南话。对，行吗？行，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。纸巾也行啊，擦眼泪。不不，你等，擦眼泪我不着急啊。就是咱俩来这个行，我可以配合你演。就是谁来杰克，谁来肉丝啊？我来杰克，你来肉丝，因为我比较有阳刚之气。您等会儿，你来杰克，对，我来肉丝，对，我在这船板上趴着，对，那得多大一块板子呀？有这块板子，全船不都得救了吗？嗯，废话，哪有我这样的？说的有道理啊。对，你来这个肉丝啊。我来肉丝。对，我来杰克。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。怎么不成立啊？我疯了，我相中你了。你还不乐意了？我疯了，我就这模样一娘们儿，我多美啊。你给我玩去吧。你有没有人要？要你辟邪用的也是。还行这个。不是，这演吗？不就是你来肉丝，我来杰克，行行吗？行，就是你在船板上趴着啊。咱们这就开始，开始用豫语啊，用豫语。我捯饬一下。什么捯饬什么？因为我这样不像个女的。哦，你捯饬完了也不像，嗯。捯饬完了就像了。哦，捯饬完就像了。哎，怎么捯饬？我瞧瞧。哦，这包个头。对，这女的一般都有丝巾呢、啊，来个这个小披肩呢、啊，就像个女的了。嗯。您这还是像寡妇，您这个。好家伙，这个脸呢，我觉得没有板子你靠脑袋也能飘着。飘不起来，我试过。哎，试过。
啊，您来这个女的哈。对，来个船板吧。这是船板，好不好？趴住！你等，起来！谁哪儿趴哪儿的玩意儿？你趴着不好演，知道吗？那怎么办？咱们为了立体一点，哎，你刚才不是拿着扇子了吗？啊，这就好比是船板。这好比是船板，哎，你把胳膊往上一搭就完了。好，咱们这就无实物表演，无实物表演，这就开始了啊！咱们开始了，哎，不废话了，玉哎啊，那个往这边站一点，怎么了？给我一点板子，要不沉了。你也得扒着吗？我得扒着。你扒着，咱俩不都沉了吗？我淹死你，你信不信？行吧，怎么这么恶毒呢？这是。开始了啊！开始了啊！嗯，玉玉哈，哎，一二走。哦耶！哦哦，你这板子上是不是还有别人呢？你这干嘛呢？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谁给你串脚气呢？是怎么了？串什么脚气？冷啊！撞冰山了吗？哦哦，海水温度低，嗯，冷啊、嗯。那我呢？你也得这样啊。我也得冷啊、嗯。哦，那行，早说呀，你没交代。一二走。啊，那个什么，有烟吗？俩毒瘾犯，你看见没有？我废话，俩人大冬天蹲墙根儿的，跟咱俩这个就别这么描述了，行吗？行行行，就一带而过啊。小抽抽、啊，小抽抽还得。哎，一二走。你再不说话我就沉了啊。杰克，露丝睡来了。切叉，您稍微等一会儿。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？我忘了，但他们一走我分神了，我就以为用热水沏茶，我忘了。快死了还沏茶呢？这是海水是吧？当然了，来，一二走。我没进入。杰克，如此啊，睡来了，能给我搓搓后背？搓那酿了个脚搓给你。你洗脚，洗脚你也干呀？搓后背像话吗？你不是海水，哦、海水浴场吗？哦，对对，在海都快死了、哦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快点，好好啊。杰克，如此，杰克，我可能是咬死了。那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啊，中，嗯，有我没我一样，如此，杰克，那要好好的活着，以后。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，恁就往前迈一步。可以。